反正就分手了，我没有思考我爱不爱他，反正就分手，我只希望我自己赶快振作起来。什么样这样子？他好可爱呀、啊，白痴啊！他在干嘛？美丽没送啊！美丽没送啊！美丽有在看吗？你是听谁说就是有学妹喜欢陈思宏？美丽，美丽好。